今天许医生跟他弟来狗舍给我们的狗狗打疫苗，都是最后一针了。咱们狗舍的狗狗疫苗都打齐了，100多只狗疫苗都打了。还有一只？还有两只吗？还有两只病了吗？还有两针，打完这一针的话还有两针，有几只？那几只小奶狗，就是还有两针，还得过来打一次。还有两只生病的小狗在医院的没有打，其他的都打完了，最后两针就是狂犬了，是吧？对啊，它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两针吧，防病毒。嗯，因为最后两针就是跟加强一样嘛。我家里面的疫苗本现在这么厚一层，跟你那个箱子一样厚。药已经抽好了，打疫苗去。这么小能咬到你啊？憨憨打狂犬和那个魏家武，就是憨憨，对啊，狂犬和魏家武。怎么呢？这个乖一些，这个比刚刚那个要那个一些。这个叫的爽。是对。还没扎上去呢，你就叫。好了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上次。吓尿了，吓尿了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叫糯米。糯米。嗯。哎，这个狗好，听话呀。这狗太多了。第二种叫什么呀？灰灰，小灰灰是吧？对。汤圆好，汤圆好像是大力两针还是大一针？我看看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两针，对，最后两针，好。雪花打了没有？雪花没打了。雪花就打一个狂犬就可以了。雪花是个萨摩耶啊。是啊。对，打一个狂犬就可以了。哦。这个打掉啊。哎呀！你们也不知道，雪花打矿泉就行了。我操！你这样怎么打？九针，嗯，烦的大门。还有一个，里边全部打完了是吧？打完了，外面还有两个。外面还有两个。现在已经打完了，有几只抓不到的，把药留下完了，我自己打吧。有两只，一只小狐狸，还有一只大妹，
他俩抓不到，然后我自己把药留下，自己晚上出来抓到以后打。你带那么多药干嘛？哪个？他少了呀，我还带了一些线呢。我们要去那边做手术，他那边什么？那边也有手术设备。他只有普通吧，我们带了一点细的一些东西。要不给巴豆也打了吧？给法豆也打了。不能打，这是成年。我说了，这次先不打，先把小的赶紧免疫，大的随时都可以打，是吧？无所谓，因为大的他身体抵抗力好，小的不行不行不行，要上厕所，要指我。哎，大理那个门口纸那不是那吗？我厕所能上。里面有纸。有纸是吧？对。拉屎吧，不行不行。怎么等我一下？你给我也拉。现在已经打完了，这几只大狗的话，他说先不打，先打成年狗。先打小狗，成年狗的话先不打。里面的成年狗打了。